don't mind the cold. I have walked this street a thousand times or more, and I hope that I still do when I'm home. 曾师傅煎炒面90元，打开看，有什么料？哇！哦，里面有虾仁、高丽菜，这应该是花枝，是花枝吧？花枝，还有肉，90块，看好不好吃？什么叫？还不错啊。等一下吃完就要拍手。你要甜辣酱还是瓦沙？瓦沙。谢谢。鲫鱼串20块。瓦沙比跟甜辣酱。I have seen this room on walks floor before, and the walls know every story I have told. Memories fade in front of me. I see them clearly. 有点太甜了，还是没咬呀。那就要无糖。因为上次我吃，很错吗？味道很好掉，好掉，辣味哦。那你要说，今天是好吃。对啊，你看我吃菜就知道今天比较好吃。味道比较是什么？浓郁，完整，完整。五颗，五颗二颗，上一次不知道怎样龙种了。人生气比较好。上一次超难。但是味道很重，今天的味道才对嘛。上次我们吃的味道不一样，真的，第一次吃超好吃，然后第二次就累掉。没，汤有汤，应该是。我最爱的绿豆沙牛奶，听说一定要加珍珠，可是7:46它卖完。上次来在这边喝一杯，回家又买一杯，看我多爱，一定要来一中街都抛弃冯家又是。你喝什么？大月红茶冰。红茶冰啊？不是，圆圆珍珠鲜奶茶。哦，我听懂。我吃下去，珍珠脱到吸不起。一些东西回来，除了刚刚买了胖子鸡丁，胖子鸡丁带回来吃，它甜不辣，又买了甘草拔辣，不知道各位觉得甘草拔辣是什么颜色的？我个人认知是咖啡色，可是我这次买的是透明的。让我觉得有点意外。
先来试试看好不好吃。甘草芭拉都到处都有啊，而且是透明的。对啊，我想要吃咖啡色的哎，试试看。什么味道？不推荐，所以就不介绍，不介绍了，跳过，跳过。很普通。那这个是臭豆腐。那个胖子基丁对面的21臭豆腐。21臭豆腐。臭豆腐。就挖个洞。好臭。哎呦，满满的泡菜。这样45块。它的臭豆腐够味。好臭。好吃的臭豆腐。胖子基丁对面的21臭豆腐可以去吃看看。臭豆腐超好吃的。胖子基丁就不用介绍了，应该大家都知道它很好吃。可是老板娘有点臭，这我可以讲。老板娘很臭。老板比较会耍酷。有个性。有个性。今天在一中间吃很多美食，那我们的影片就分享到这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大家拜拜。拜拜。